证书 Presentation of Diplomas 全体毕业生请起立 All the graduates please stand up 领着代表六年制班终于呈上台 Every girl from 6th will receive the diplomas for all the graduates 颁发毕业证书112群度新北市育才小毕业一至第004号学生周明成等173位同学在本校修业期满成绩及格准予毕业依国民教育法之规定给予毕业证书此证新北市市立育才国民小学校长张长鹏中华民国113年6月15日恭喜同学们毕业了Presentation of awards. 接下来我们要颁发毕业生的各项奖项。首先颁发育才金质奖，获奖的学生为六年虎班曾衍浩 Rider 郑。这个奖项我们要请郭董事长来为我们颁发。让我们热烈掌声，恭喜获得金质奖的同学。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奖项的内容。这个奖项是我们育才金质奖，总共要累计800张的小奖状，或者是80张的大奖状，或者是八枚育才徽章、育才的奖章，所以要累计是一个不容易。今年我们这位同学他达到了这个目标，我们恭喜他，我们是不是给他一个热烈掌声？恭喜他，我们特别希望。